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阵雨啊，阿杜萨这边油价便宜，我们就过来看一看。听说它是3块多，其他的地方都是4块多，价格不一样，差别挺大。这是阵雨啊，路上走10号，走57号，转到210这上面，路上还是有雨的。大家是鱼贯而入啊，排队等待着加油。现在是4:58，这边是阿祖萨，是挨着呢，离帕萨蒂娜不远，挨着那个是老莫聚集区比较多。还是比较方便的，靠着210呢，一会儿从210回去也是相对方便一点。这后面就是这个Costco 了，可以买点东西在 Costco。大家是鱼贯而入，有几条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8条线可以选择在这里面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